哎，回家帮我取一下手机。密码多少啊？30930。生日啊？那好了，这个人交给你了。哎，患者这边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就一个小老板，啊，可能会有过分的要求，不用惯他臭毛病，死不了就行了啊。啊？拍到什么了呀？能拍到什么呀？你看都没什么动静，一天到晚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里面的素材多着呢。哪儿多了？你说说看。他一个渣男，就是想和女孩玩玩。嗯。谁知道，啥时候才能出来？哎，我想问问你们这是在采访谁啊？啊？啊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那个男的看到没？那就是昨晚发微博跳楼女孩的父亲。杀了这混蛋！杀了这混蛋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杀了这混蛋！哎，跟踪。孩子因为失恋跳楼自杀了，微博上啊，好多妈妈都在评论这个事。现在的小女孩啊，就是任性，动不动的就自杀，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？你说我们依依长大了，要是遇见这种男生，太可怕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谁敢这么对我们家依依？哎，你昨天跟谁喝酒去了？怎么喝那么多？应酬一个客户。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可不许瞒我。放心吧，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别多想啊！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是最最最最关心你的。我不在乎你有多成功，但我希望你能真的开心起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喂，林总。
赵令中说啊。对，我是他下属，我看他今天没来，所以打电话问一下。你们老板昨天晚上阑尾炎做手术住院了。什么？阑尾炎？重城医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林总得阑尾炎住院了，是一个女的接的电话。赶紧收拾点东西，我们去看看他。哦，好。一女的啊，你出来！先生，快去叫保安！给我出一躲得过手吗你？你可以先冷静一下吗？要不您在外面休息一下，我帮您先登记一下，可以吗？给我出来！马林，马林，马林，大爷，请问您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我女儿为他自杀了，现在还在医院呢，昏迷不醒呢。畜生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女儿是赖梦瑶？算见到你了，不是，一个小手术，看把你急的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这会儿不是在担心你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。啊？出什么大事儿了？马林出事儿了。马林？你作为领导，你也是女孩子，我那个心情，我的心情对不对？对，是。你能理解吗？你先冷静一下，我的同事已经去找马林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来来来来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没看她被马林害成什么样了？就是马林太不懂事了，联系不上啊。他跑了？没有。你们说说，他都跑哪儿去？要是你们把他藏起来了，那你们也是杀人凶手。我跟你们说，叔叔您冷静，我必须得把他找出来。叔叔，叔您放心，您放心，叔他不会跑，他只是联系不上，他肯定不会跑。我马上找，我马上找，赶紧找，赶快找去。霍总，霍总，您来迟了。我让他们马上现在就去。女朋友自杀了，现在做秘了。他爸到公司来闹呢。这是我女儿，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的心情。林总说呢？林总阑尾炎也住院了。我女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抱歉，你没看见她躺在医院的样子？还有，您好，我是纪格公关的副总，我来帮您。我才不要什么副总，我叫马林。是是，去呀！你做领导，快去。好了好了，都散开了，回去工作了啊！没有事了，回去工作。都散了，散了，都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快回去工作了。散了，我都不着急吧。来，快来，我们先坐会儿。我不坐，不坐，我坐不下来。这个马林，要跟女朋友分手，也不先问问我这个老司机，我给他支支招啊。
现在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一直打电话都没接。可现在这女孩的爸爸就堵在了公司，说一定要找到马林算账。这个懦夫，现在躲起来有个屁用啊！哎，你们说那女孩不就是昨晚自杀送来抢救那个吗？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昏迷呢。听说啊，从五楼摔下来的。这能不能醒，就得看造化了。一看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就像刀在扎我的心。他们是吵架了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还不是马林把他给甩了。上个礼拜女儿回来说，他们要准备结婚了。那小子居然提出了分手，这么单纯的女孩怎么受得了？这样行吗？会不会对他刺激太大了？要不我就先冷落着他。但是他先提呢，我建议最好不要这样，告诉他实话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他会接受的。啊，赖先生，我们的同事正在全力以赴找马林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女儿一个交代的。不如现在我们先去医院看看你女儿的状况。不去，找不到马林我哪儿都不去，不去。林总，确认了吗？他昏迷房里就是孟瑶，我也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能不能醒过来现在还说不好。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女儿的父亲呢？还没走呢，霍总正在稳住孟瑶的父亲，他让我们俩出来找马林。是啊，但马林联系不上啊，而且网上对这件事讨论的越来越凶了，有很多网友说要把赖孟瑶她男友给扒出来。从现在开始人肉搜索的话，最多也就到晚上，马林所有的信息都会公布出来。你们两个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把马林找回来。好好，不去吧。林总，那我子平你留下来，随时跟我汇报网上的情况，一旦有关于马林身份的消息能处理掉就立刻处理掉。好嘞。那个人有点失控了，我们赶紧进去把他带走。好，赖先生您放心，我是马林的领导，我们一定会对这件事负责的。不过我觉得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您女儿的状况，她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。朋友，我可怜的闺女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别冲动！别过来！你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放下！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马林找出来，我这就找就他来找。冷静一下，冷静！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可是在犯罪了！我不报，我不报，我什么都不报！你们走，你们出去，出去！你们不出去，我就……别激动！别！我们出！出去！别乱来啊！千万别乱来啊！冷静一点，赖先生，冷静一点。马林在不在啊？马林，是我和静雅姐。马林，再来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昨天多喝了两杯。哦，对了，把近期所有发布会、演讲活动全部取消。为什么？我把重点都放在工作上，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要赶超及格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样也好，您就不用这么操劳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给芬雅内衣做的线上策划营销方案，您看一下。女人应该讨好自己一点，是不是太传统了？我记得很多内衣品牌和女性产品用过这个方案，但啊，我对女性产品这块也不是很了解，但是记住，
只要不是太女性化就行，这事儿你做决定吧。还有以后有一些什么小的客户你定就行了，不用跟我说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这是我给你开出的条件，只要你可以就此收手，这里面的价钱足以买断你的羞辱之耻。糟糕，马林被扒出来了，连他是季格的员工都提到了。这么详细，不会是公司内部人泄露出去的吧？对，我也不知道，而且转发量已经几万多了，也不知道静雅姐找到他没有。他的身份被曝光了，他就更不肯露面了。这怎么办？子平，扶我下床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给我把裤子拿过来。哦，林总，你看你疼成这样，医生都说了不让你下床，你说你这伤口要是扯开了，要不感染了那怎么办？哎，我说我们这么报道会不会太冷血了？我跟你说，网上现在已经扒出这个男人是谁了，好像是做公关的。快快快快快，特护病房，快快快，特护病房。哎，是那儿吗？为什么现在的男人要这么对待这些小姑娘？你让那些单纯的姑娘怎么过？孟瑶她妈妈死得早，是我一手把她拉扯大的，我就怕她受到一丁点伤害。哎，虽然我没孩子，但我可以理解您的心情。你理解不了，你这个岁数理解不了我们的心情。哎，叔叔，您别激动啊！我刚和我们在医院的同事打过电话了。嗯，赖梦瑶那边又出了点状况。什么？您还是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吧。您放心，刚才的事情我们不会报警，现在梦瑶的安危最重要。哎呦，我没骗您，您快去吧。哎呦，霍总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同学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谈理论。我们先从网上找一个最近热议的话题，大家先讨论一下。就比如今天那个女孩失恋自杀的事情怎么样？现在已经成了热搜话题。为什么每次一有男人出轨或者变心，整个社会就要群起而攻之？我认为这类事件的传播，至少可以警告那些想要伤害女性的男人，从而减少受伤害女性的数量。这也是一种尊重和保护女性的方式。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这是对女性更大的不尊重。如果说以后女性被分手或者被离婚都把自己当成受伤害的弱者，那岂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自杀了？这与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。听说害女孩自杀的那个渣男找到了。啊，什么人啊？好像是季格公司的人。袁律师，哎，不是林中硕的女朋友吗？他不是说永远都不结婚吗？女朋友也不一定要结婚呀。再说了，你耳朵可能有点背啊。我说我是林中硕的
女性朋友。他是不是也跟你说过，他是一个不婚主义者？姑娘，以后啊，你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一点，不要再和这种男人浪费时间了，好吗？用不着你替我着想，你自己也要提高警惕。嗯。你好，我是林钟硕的女性朋友。别给我捏着嗓子眼说话。你许文文吗？娘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是那些还对你没有死心的女孩呢。哦，没想到你挺有魅力的，一条朋友圈就炸出了这么多爱慕你的姑娘。你居然伪造我的朋友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不就是想看看我看人的能力吗？谁让你总是质疑我写情感专栏的能力的？再说了，过分的可是你！哎，号称你自己不会结婚、不婚主义，还有这么多女孩放不下你，厉害呀，大师！我警告你啊！你不许再接我电话了，你太不礼貌了，赶紧给我把手机送回来，你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密码的？你猜啊。我猜你大爷。哎，啊，哦，林总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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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，大爷，哦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把你的电话给你送过来，拜拜。哦，没事吧？哦，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别这么大动作啊。我饿了，去给我买点吃的去。哎，哎，哦，袁律师早。关于新媒体英童手里有那个女孩采访视频的事儿，我们给英童后台的留言，她至今没有回复。我们需要起诉网络运营平台来要英童的信息吗？英童根本没有发布那个女孩的采访视频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起诉人家。另外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亦庄酒店代理律师的身份在接触他们，这样会打草惊蛇。嗯，这样，海荣，你现在去查一下英童之前所有的采访，看看有没有针对其他我们客户的。然后记住，有任何的情况不要轻举妄动，因为现在亦庄酒店的收购还没有完成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手机放下，关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！我不就拿你手机发了个朋友圈，接了个电话吗？我这不是怕把你大事给耽误了吗？我真想问问你爸妈是怎么教育你的呀？你就不知道人生当中有隐私这两个字吗？我爸妈从小教育我助人为乐，你拜托我拿电话，电话刚好响了，我就接了，这怎么就侵犯你隐私了呢？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有人命关天的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？你能有什么人命关天的急事儿？还真是巧了，这自杀女孩的男朋友就是她下属，像你多嘴的。哇！真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兵啊！这个时候我应该严肃一点。特别好奇啊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想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？你难道不会是要给你的下属做危机公关吧？你可小心被骂缺德、引火烧身哦！
跟你没关系啊。手机送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真无情，好心没好报。行啊，你好心，你是个好人，做点好事儿呗。见网赔偿吧。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啊？你要干嘛？懒得理你。你说我怎么碰到这么一个变态不讲理？这个哎呀妈，乐个屁啊！这个。请问，啊，您是哪家媒体的？你谁啊？问这干嘛？我是个自由撰稿人，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新闻伦理的文章，我想问问你们，一直守在这儿，是不是就等着躺在里面的女孩爆出更负面的新闻啊？你们这么做，还有自己的底线吗？神经病吧！我们之前给芬雅内衣做的策划被方总否了，大家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想法。为什么呀？这方案有问题，太女性化了。其实现在大部分女性购买这种内衣都是穿给男人看的，所以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不要只考虑方案本身的意义，得着重想一想女性的消费心理。芬雅内衣留住你的男人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不太好吧，太物化女性了，会被人骂的。但是这样才体现了方总的意思。我们做方案可不是为了给方总看的，你不要老想着给老板拍马屁，这可不是给方总送蜂蜜。我觉得就按吴芳的想法试试吧。我们做策划不能只想着显示方案本身的格调和水平，得找到消费者的燃点。真没想到你会来接依依。依依是我的女儿，我来接她有什么可奇怪的吗？我对依依的爱不亚于你对周雪的爱。既然如此，你一定能够想象得到，以后依依如果所嫁非人，作为父亲是多么的痛苦啊。我对依依的爱是有分寸的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我不会越界。你敢说你对周雪的爱也同样如此吗？当然了。我承认你现在事业很成功，但我更知道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仅仅事业上的成功你是不会满足的，你需要更多的女人的追逐和爱。这么多年了，看来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。你最喜欢的那个林中硕倒像是你口中说的那个人，从大学开始他身边的女人就没有断过，还是个不婚主义者。而我就只有周雪这么一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爱人。林中硕跟你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
林中硕，他不虚伪，不投机，也从来不惦记别人的东西，而你却恰恰相反。你对我的评价，看来都能写几万字的论文了吧？方丽，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对的，那我就请你早一点对我的女儿放手。你看新闻了吧？一个20岁的姑娘，因为失恋自杀了。像周雪这样的盲目痴迷的女性，一旦遭受婚姻的变故，其后果可能比这个女孩更可怕。我方丽结婚至今，对家庭一心一意，而你却总想着拆散我。连古人都知道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门户。你作为一个教授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我今天来不是和你吵架的，我是来警告你，不要做出伤害我女儿的事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也是拜你所赐。不好意思，我就不听你说教了，我要去接我的女儿。文文，刚才收到一封律师函，说咱们上周发表的一篇文章涉嫌侵权对方的商业机密。哪篇文章？就是关于医美暴利的那篇。因为咱们公开了一家叫蓝瑞医疗美容机构的成本，对方律师说要约咱们见面聊一下。蓝瑞？嗯。那上面的数据是我转载了另一篇报道啊。我知道啊，爸。喂，小易啊，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你们报道了蓝瑞的医美产品成本，对方律师有给你们发律师函吗？没有啊。好，谢谢啊，我知道了。律师函只发给我们了。对方本来可以通过网络运营商投诉我们，让我们撤稿，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，给我们发传票。但他们偏偏要约见我们，这个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觉得他们肯定有别的目的。哎，你说会不会对方真正担心的是我们要发的其他报道的内容啊？小英姐，你让雅群去查一下，迪云酒店出事儿以后，成岛酒店集团在中国想要收购哪一家酒店？所有马林可能出现的地方，我们全都找遍了，都没有。他爸妈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问这件事儿，但是我还没敢跟他们说马林不见了。你们说，马林不会也自杀了吧？太晚了啊，请探视的人都先离开吧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走吧。好点没？护士啊。嗯。请问特护病房那个为爱自杀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呀？啊，刚听旁边值班的医生说，如果这姑娘3天之内醒不过来的话，哎，你说这大好的年纪图什么呀？喂，我打听了公司附近和马林家附近所有的酒吧，还是没有他的消息。
会不会去了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？那我可就不知道他们都去哪儿约会了。霍总，这个事儿您怎么这么操心啊？你让林中硕去管吧，他自己的手下出了事儿也应该他负责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家吧，明天接着找啊。林中硕跟你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林中硕他不虚伪，不投机，也从来不惦记别人的东西，而你却恰恰相反。我是鄙视你的本性，自私、虚伪和投机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论人品，你永远也赶不上林中硕。进来吧。不必了，我是来回复你的条件的，没问题。但是，我有一个补充条件，你看看。这是你的副总林中硕的资料。三年前，由于他对彭湘空难错误的报道，导致了机长的中国籍妻子自杀身亡。我要你亲自把这个新闻散出去，让林中硕没有立足之地。这就是附加条件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？而且如果你说的这些是真的，你不会到现在才交给我，你早就动手了。如果要是我动手，扳倒的可就不只是林中硕了。我之所以现在把这个资料交给你，也算是跟你讲和的回礼。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，我等你消息。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太累了，分手吧。不是不愿跟你结婚，我是不想跟任何人结婚。
年女性的赖梦瑶是因为无法承担感情的变故而选择自杀，且马某毫不知情，就没有法律责任。但是如果马某已知晓赖梦瑶有自杀的倾向，且未采取任何的劝阻措施，就对其不作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。如果证据证明马某存在教唆赖梦瑶自杀的行为，还将涉及到刑事犯罪。谢谢袁律师。这个袁威故意给我添乱。哟，林总，现在网上对马林那是群起而攻之，都说要公司开除他。我听说公司楼下现在还一堆人呢。那公司不会真的要开除马林吧？真要是开除了他，那他也是活该。是马林吗？不是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